嗨，同学们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单元巧妙的道歉，请同学们翻开课本的第七和第八页，我们一起来朗读一遍课文。魔豆传心意。有一天，弟弟把一罐汽水放在我身边，说：“哥哥，送给你。”说完，他就跑开了。我一看，这可不是汽水，原来是魔豆罐头植物。罐子记着一张说明书，详细地列出种植魔豆的方法。第一，打开底部的排水孔。第二，打开盖子，把水浇进罐里，直到排水孔流出水来。第三，把罐子放在阳光充足、高湿度和通风良好的地方。种子未发芽前，每天喷洒少量的水。发芽后，每隔两三天浇一次水。我依照说明书上的指示，种植魔豆。一个星期后，罐子里的种子发芽了，泥土里冒出顶着豆瓣的芽儿，就像戴着小帽子，小帽子上还刻着几个字，是对不起。我知道了，原来弟弟上次打破了我最心爱的玩偶，所以向我表示歉意。我马上写了便条给弟弟，弟弟，我早已原谅你了，你不必介意。你用这神奇的魔豆向我道歉，真是与众不同，谢谢你。好，现在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活动本的第八页，同学们可以翻开活动本的第八页。活动一，读了课文后，根据事情发生的顺序填写序号。老师给你们一点时间自己尝试做，过后老师再和你们一起讨论答案。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讨论答案。故事开始发生了什么事？同学们还记得吗？一开始是弟弟打破了哥哥的玩偶，我们要写上一。第二，弟弟送给哥哥一罐魔豆。哥哥收到魔豆后做了什么？哥哥收到魔豆后，哥哥依照指示种植魔豆，写上三。第四，哥哥明白了弟弟送他魔豆的用意。弟弟送哥哥魔豆时，想要向哥哥道歉。好，最后，哥哥就写便条说明，以原谅弟弟。
接下来我们来看活动二，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第一题，哥哥什么时候才知道弟弟送魔豆给他是为了向他道歉？我们来看回课文。一个星期后，罐子里的种子发芽了，泥土里冒出顶着豆瓣的芽儿，就像戴着小帽子，小帽子上还刻着几个字，是对不起。所以哥哥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弟弟送魔豆给他是为了表示歉意。我们来回答问题。一个星期后，罐子里的种子发芽，豆瓣上刻着对不起，哥哥才知道弟弟送魔豆给他是为了向他道歉。好，第二题，你认为哥哥选择写便条给弟弟而不是亲口跟他说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哥哥选择写便条给弟弟而不亲口跟他说的原因是因为这样更能表达他内心的话，让弟弟更安心。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九页的 B 项。以下口诀可以帮你记住以上哪个字的写法呢？填一填。第一题，没车载，共同下田先戴帽。第二题，狼失去了狗，就少了良师益友。第三题，遇到人拿走船，就成了玩偶。好，在第二题里，良师益友的意思是什么？良就是好，益有帮助的意思。良师益友的意思就是使人得到教益和帮助的好老师和好朋友。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